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稻草鱼姐姐。今天咱们来玩一款佐菲奥特曼签名卡，加上烫金效果就是不一样。喜欢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手绘。接下来要挑战一下佐菲控笔看画吧，大家可以截图来尝试做起来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起来吧。